为什么我感觉瑞最近都在强颜欢笑啊？需要先帮你点餐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好，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？谢谢。待会就帮你冰敷。好啊。啊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还好吧，不是来了吗？这是我们菜单，需要帮你介绍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谢。好。你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？哪里？口红是你送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你看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不是说带我去吃意大利餐厅吗？怎么又来这里啊？这也很好啊，那也太贵了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餐点你都点得起咯？可以啊，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，我不饿。好，那我点一个这个跟这个，还有这个跟这个。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当然，还要点个这个。啊？不好意思。Hello。我要点餐。你要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？你骗我？那你现在就叫他滚。快走。我拜托你，快点走！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干嘛啦？我哪位啊？这些店里长怎样？怎样？所以呢？知道他怎样人吗？妈的，是渣男！你再不滚，我就叫警卫来啊！叫啊！来呀！叫啊！叫！叫！喂，等一下啦！喂，寄放蛋糕忘了拿了。慢点啦，不要再吃了啦，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啦，就叫你不要再吃了，为了他不值得，他不管什么值不值得。我要去踩下车，能跟我去吗？这台啊，准备好了吗？
怎么了？我不砸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当跟他一样的烂人。这样想也好啊。走，带你去走走。嗯。哎呦，厉害哦！换我。哦，好啊，我来。又大了一点，他们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吧，好了，走了，半小时哎。哦，好了，老板，这给你。谢谢老板。你好，很看哦，现烤鱼手烧哦。要什么口味？伯爵奶茶吧。老板，一个伯爵奶茶，还有一个原味的。要不要？东西能吃吗？很好吃，相信我。又再一个。这不好吃。好了，开玩笑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样很烦，可是我真的想到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在楼下等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。你到底要不理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为什么要理你？那你可以让我解释一下吗？没什么好解释吧，我就有点累了。等一下啦，再帮你说个时间嘛。我们可以约个吃饭吗？我想想，明天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厉害吧？哎，厉害吧？你故意的？谁故意？就只是说笑，就只是大闹。吃了吗？嗯。那你可以听我解释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吧，反正一定是我自作多情了啦。你不要自己解读啦，我不是传很多讯息给你吗？我都删了。
删了。看都没看就删了。对。现在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干嘛？最想说的话，交给余光的电流。选择你早就想要有以后。吃，不要。为什么？不要。这我的。再说一次。就不要。确定不要？不要。吃面，好吧，我去帮你用，等我一下。好。哎，瑞瑞，这件好看吗？欸，很可爱耶，这样送我。那我们一起拍一张。不要啦，我害羞。我送你，我自己拍。一起来拍啊。那我们开始拍照了。不要啦，快点，快点，一起哭掉，快点回来，不要。